你好，欢迎收看10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国旅正夯，外岛花东成为了民众廉价安排出游的重要行程。为了让民众可以玩得更尽兴、更在地，花莲县政府出版了《阿多阿当家花莲就是我的家》专书，介绍在花莲有28家外国餐厅和民宿。全书是以中、英、日、韩等4种语言来介绍，更提供了3条异国小旅行路线，让国人免出国到花莲可以体验到异国风。新冠疫情影响，国旅正夯。10月中秋连假开始，紧接着又是国庆连假。为了让民众来到花莲玩得更尽兴、更在地，日前花莲县府推出《阿多阿当家花莲就是我的家》专书，以这些爱上花莲的外国老板们的视角，搭配附近的花莲观光旅游景点，设计了3条异国小旅行路线，规划1日游和2日游旅游指南，方便外地旅客安排喜欢的美食和行程。让旅客来到花莲，不仅可以享受青山绿水，还能免出国就体验到充满异国风情的旅行。我小时候在越南也是种田，所以我是想要去西边玩水，或者去海边看海，这样子很像我回到我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都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会带孩子，不是去山边、西边玩水，就是去海边。What I like about Hualien, it's really close to the nature. It's really easy to go to the mountain or to the beach, to go to the river. It's really nice as well because there's not overcrowded by people.So it's really relaxing and I like this place. And 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you know people quickly, people are really nice, and you feel like you're part of a community. People here are lovely and friendly as well. I've had no trouble with anybody ever here. 花莲人很好相处啦，真的啦，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风景也好啦，那人花莲的人也很好，我们的客人都对我们有印象都很好，让我们觉得住花莲是很棒。我们一直希望有一本书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观光客以及我们花莲的在地人知道花莲土很黏，而很多的三大洋、七大、五大洲的所有人，大家都能够落地在花莲，而且在花莲喜欢上花莲，更能透过他的眼看让他的这个透过他的眼界能够行销花莲。也欢迎他的故乡的所有的好朋友都来到花莲。阿多阿当家花莲就是我的家，介绍24家餐厅和4家民宿，餐厅共有17国料理，口味遍及5大洲，包括非洲象牙海岸的好菜、大洋洲道地美食、欧洲的荷兰、法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餐点、美洲的美国、墨西哥风味饮食，以及亚洲7国料理。民宿则分别由日本、英国、越南籍老板开设，建筑和布置皆各具文化特色。民众可至花莲县旅游服务中心、借问站及全台各大图书馆翻阅，或上阿多阿当家中英日韩文专书网站阅读。阿多阿当家，欢迎来花莲。记者蒋光彦，花莲市报道。